真假王杰克大闹同时也是假王宣布要对元王进行一回杀，王杰克听后表示扯淡，从来都是他一回杀别人，怎么可能会被别人一回杀呢？假王的回合翻开陷阱卡冲击波震惊元王一整年，效果当生命值比对方少时破坏一只怪兽，让双方玩家承受同怪兽攻击力的伤害。假王要破坏的怪兽是暴翼龙，元王的生命值降到1600，假王的生命值瞬间锁醒。王杰克感觉不对，为什么他受到的是真实伤害？假王哈哈大笑，身为王者必须得玩黑暗游戏，元王不知所措，主动索血这套路他只在游戏的身上见到过。假王召唤疯狂恶魔，控场的元王无可奈何，只能翻开陷阱强化复活，召回墓地中四星以下的怪兽，复活恐惧龙采取守备，并上升100点数值以及一星等级。元王稳如长城，这样即便挨了守备贯穿的伤害他也能锁醒。假王大喊天真，他这里正好也有一张强化复活。假王复活墓地中的黑暗共鸣兽，话说都这样了你还不倒开摩托嘲讽一下吗？这一刻元王杰克彻底懵了，不光卡组被人复制，就连 BGM 也被人家抢走。天地冥道の力を見るがいい。シンクロ召喚。我が魂。レッドデーモンズドラゴン。此时的元王已经说不出话来，为什么251只的塔玛西尼也要抢？ドレッドドラゴンの攻撃。アブソリュートパワーフォー。红莲魔龙一掌拍碎恐惧龙，假王杰克发动第三张陷阱卡破坏神的系统，效果当破坏了对方的守备怪兽时，让八星以上的红莲魔龙再进行一次攻击。至此元王杰克虽然失败，但他还是坚守住了翻车王的称号。生命值归零的元王杰克不敢相信自己居然真的被冒牌假王给一回杀。随着元王杰克被打落水中，游蟹与乌鸦恰到好处的等到，正好看见了假王杰克那一脸傲娇的表情，命令红莲魔龙洗礼眼前的部落。等游蟹与乌鸦睁开眼时，发现假王杰克已经消失不见，事后黑锅彻底背在了元王的身上，小伙伴们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虽然游蟹感觉到了不对，但他确实亲眼看见了王杰克。与此同时，相信王杰克的人仅剩下卡莉，为了王杰克他甚至敢和主编对线，不过也多亏了卡莉坚持不懈的调查，这才找到了拍摄下两台地轮的目击证人。眼镜片子反光的卡莉立马找到了游蟹与乌鸦，两人顿时明白是有人在冒充杰克，火速驾车来到了昨晚的案发地点。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信任守护者，以为王杰克已经陨落的乌鸦内疚到了极致。游戏接到电话，假王杰克再次出现在了高速路上，而元王杰克则被控制在了虚拟空间内，面前还有个假王杰克的头顶，身后是一众治安守卫。假王杰克只是略施手段，便将追击他来的治安守卫轻松解决，唯独和元王有羁绊的风马躲过了致命一击，希望能劝说王杰克回头。而幕后真凶不出意外的是太一三皇帝，为了通过龙印者收集回路，他们三人针对王杰克特意设局。话说王杰克也是典韦，龙印者也不止他一个，为什么就针对他一人呢？